Shadow， 我俾架貨車擋住咗啊，用天眼幫我揾啦。 你做咩啊？唔系灵毅，咁样掟翻出嚟，分明想引开我哋。你肯定？买个保险啊 ，Shadow， Kilo Alpha 8086， 搵伙计截住佢，仲有帮我查个黑色车 ，Tango Yankee 380， 睇佢去咗边。上咗全锦公路。架 Kilo Alpha 8086 咧，俾交通部嘅伙计喺青山道截停咗。先生，麻烦适时车牌、身份证啊。 麻烦除一除个口罩，认下样。司机开车。我见过佢，临威良失踪嗰日，佢喺会场揸住架垃圾车。转咗上锦上路。我就赶到，佢话收添出动。你真系得闲啊，无啦啦去到咁远买餸。啲农家菜啊，冚唪唥新鲜摘噶嘛，你楼下街市买唔到啊。喂，阿妈。 周昌成先生，幸会，我系。我知你系边个。灵毅啊嘛，系咪你租咗我女？冇错，你个女而家喺我手上。如果我个女少一剔头发，我攞呢条命。唔使紧张，你打开手机视像，咪见到佢咯。你想点啊？嚟紧。 我会进行一场大手术。你唔好乱嚟啊！只要你放过我女，几多次我都俾你。你个女条命系命，咁我未分妻咧。白伟良已经话晒俾我听，当年系你买凶杀死 Fanny，再制造交通意外，为嘅就系攞佢嘅心脏俾你个宝贝女啊嘛。你知唔知？ Fanny 嗰陣時已經有咗個 BB， 你害死嘅唔係一個人，係兩個人啊！你唔好信佢講啊，佢呃你嘅咋。只要你放我個女，我俾5000萬你，我俾9000億你。我老婆同個仔條命，幾多錢都換唔翻㗎。<笑> 我而家就要当住你面攞翻 Fanny 个心出嚟，唔好，我要你都试下，要你冇咗屋企人嘅钱，成副身家，要你帮我，我求下你，要怪就怪你一个丧尽天良嘅爹哋。 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